不起为了你是幻觉吧，但是看见你真的好好，我只是有点累了，我想休息，我想回家。回来吧，有我的地方就是你的家。来捉弄爱越要放开手，会让我更心痛，察觉了你偷偷冷漠，比谁都渴望你好好的，哪怕被他取代了我。只要你能够幸福，我想你来晚了，今天来晚这一步就永远都晚了。一定要替我幸福，我愿意默默的退出，永远停留在你的不远处。安吉，退烧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来找你啊。我记得我们应该还没好。不影响。我饿了，我要喝粥。我给你买。不饿了。听话。忘了。嗯。我不。太热了，本来就难受。太冷了。我觉得吧，你应该走了。我不走。五号病房的病人真幸福，她男朋友都已经连守两个晚上了。就是呀。你醒了，啊，你女朋友去剧组了，她让你好好休息，不用担心她。
哦，他电脑落这儿了。身体好点了吗？好点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耽误了两天。方案呢？